哇，我对宜家的这个印象要分几个阶段哈。小时候呢，在一个环境还不错的一个家庭，后来呢，16岁呢就离家啊，自己单身啊，住在小套房啊、小公寓，慢慢的呢自己也成家，所以对于家的各种阶段呢有不同的印象。但现在肯定是最幸福的，因为我知道再累回家都会有人等我，然后再烦回家都会有人安慰我，有一个人做你的依靠是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。希望大家不要嫉妒我，也不要羡慕我，你一定也可以找到一个幸福的家，然后记得跟家人保持最好的关系，因为家人真的是血脉相连，你永远永远都断不开的。一个问一下呢，是台视今年很重要的大戏，光是听到这五个字呢，就可以想象应该会有很多家人之间的互动，会产生很多共鸣。尤其这个主题歌啊，这很荣幸有小弟跟这个蒋三行老师讲到自己都心虚，老师来合作，哇，真的是巨力万钧，再搭配这么优秀的作品，肯定是如虎添翼啊！各位台下的演员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11月8日起，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一个屋檐下。